部分，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家，就是Johannes Brahms 布拉姆斯，他写了一连串的歌曲叫做Liebeslieder， 就是情之歌，还是爱之歌。其实这些都是男女，就是少男少女，就是那个情窦初开这样讲嘛。情窦初开就是对就是互方的相思之情，而就是这些歌曲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上。那这首歌呢就叫做Ode Frauen， 就是女人啊，女人啊。They lie